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熊二现在呢在昭觉县城的这个安置点，也就是悬崖村村民居住的安置点。昨天的话一直在悬崖村沙井下，一位沙井下奶奶过世了，所以今天的话都已经忙完了，然后这边村民要返回这个安置点，熊二呢就中午拉了这个村民到这个安置点来了，因为这样熊二可以多赚点生活费了啊。我们悬崖村沙井下到这个昭觉县城路费的话要40块钱，今天拉了6个，我的天哪，昭觉县城特别冷，现在打算要返回悬崖村沙井下了，等一下给你们拍拍这个路上的雪景啊，路有点结冰，所以要慢慢开车回去啊，看看这个雪，要不要来和熊二打雪仗？哇，这个雪啊，哇塞，看这个雪，特别的厚。这里写的是什么呀？多一份绿色，添一份清新。哇，县城天天下雪，这个雪景真的是好漂亮，就是有点冷。我在这上面给你们拍一下这个雪景啊，安置点的雪景。哇塞塞塞塞，看看那上面是县城了，县城在这里应该就看不到。哇，好冷啊，这就是昭觉县安置点，看看现在的话准备返回悬崖村了，明天熊二就可以带大家多走走那些山上的村子里面了。好久没给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四川大凉山的风景和雪景，还有这个习俗啊。哎呀，明天就开始给大家搞这个走乡村啊。哎呀呀，好冷啊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县城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冷，冬天的时候特别冷。开开车车在这里，走回悬崖村。哦，我先把这个手机放好，然后把这个安全带给它系好啊，系好安全带就回悬崖村，给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路面的雪景。好了，出发回家喽，回家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住在这里。哎呀，看这些大车不敢走了，路结冰了。虽然有点冷，但是这个雪下的真漂亮。哇，上面还有绵羊，那上面还有绵羊，在放晴那里。雪景真漂亮，估计今天晚上都还要下。
哇塞，这个雪看，哇塞，天哪！为什么要把车子停在这里？哎呀，嘟嘟在哪？就像春后的一场戏，缠缠绵绵中充满了回忆，有人伤感有你，说什么是非啊，反正一切都已过去，是我总是给日语太多希望，哇塞，都堵在这里了，看，我的个天哪！